大家好，我是杨凡。今天我们讲一节原运动思路上的这种艾灸和膏药敷贴思路。之前我们和大家讲过了，我们这一套的原运动神经推拿的理论体系，它不但可以用于指导推拿像其他的这种中医的这种治疗方法都可以纳入到这个理论体系里面来。你包括像中药，还有这个艾灸针灸、刮痧、拔罐这种，都可以用这一套思路去指导这个临床。我们这一节课呢，就是重点讲一下这个艾灸和膏药敷贴的这种原运动处方的思路。下面我们一起学习啊。下面我们对艾灸和膏药敷贴疗法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艾灸疗法呢，现在也是越来越盛行，主要是跟现代的人呢寒湿体质偏多有关系。艾灸治病的原理主要是靠这个温灸这种温热的力量补充我们体内的这个阳气啊，因为我们人体这个正常的生命活动嘛，有赖于气血的这个作用，气行则血行，气止则血止，血液和津液在经脉中运行嘛，都是有依赖于这个气的推动。这个气呢，就是阳气了啊。因为艾灸它能够大补阳气啊，所以它有温阳散寒、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的这种功效啊。关于这个艾灸的这种优势呢，有一些。古医书中也有涉及，你比如说这个道才的《扁鹊新书》里面就说到，保命之法，艾灸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这个艾灸、丹药、附子都是补阳的，都是补阳气的。我们也知道现在有一个扶阳派就是说喜欢大量用这个附子啊。其实这种也是一种辅阳，但是在这几种的方式里面，现在丹药呢主要是很少了，这个一般是古代这种道家用的比较多一点，是不是啊？在这几种这几种辅阳的这种方式里面，这个艾灸呢，它有两大优势，一个是简单，另外一个是就是廉价，人人都能用得起，很便宜，是不是啊？所以呢，现在为什么这种艾灸能那么流行，也是跟这个跟这种也有关系的啊。对这种比较严重的这种，特别是对于这种严重的这种虚寒症啊，假如说你这个病人脾胃很热，他吃药也吃不下去。是吧？因为你吃的这种药，它还是要经过这种脾胃的运化才能吸收的，是不是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艾灸其实就是最好的这种治疗方式，是吧？因为它不用这种内服啊，然后在《内经》里面也讲到"针所不为，灸之所宜"，就说这种如果有的病人这个用这个针。效果不好的，或者是这个病人他不适合用针的话，那么往往用灸呢就比较的合适啊。医学入门里面说的"凡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啊。所以呢，这个艾灸有时候就是说，就是它能起到比这个药所达不到的一些效果。它也能达到这个推拿起不到的一些效果。我们说了这种，推拿其实无论是这个神经推拿也好啊，还是这个传统儿推也好，都有一些缺点，就是说对于这种虚寒症比较严重的来说，因为它没办法从外来补充这个人体的这个阳气啊，它只是在体内这个说。这里阳气多了，是不是啊？我从这里就调，把那多的阳气给它调到，调过来啊。但是
如果假如说这个人是一种整体性的这种阳气虚衰的话，这种情况下啊，就必须借助这种外来的这种补阳的这种东西啊，药是一个啊，然后呢，艾灸也是一个。当然你说哦，你说用一个热水袋这种是不是？它也是，是不是啊？那么这个什么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艾灸啊，它主要是用于这种虚寒症啊，但是现在的人来说，单纯的一个虚寒症有，但是这种寒热错杂体质的人更多。那么寒热错杂体质的人，一般来说也是适合。啊，也是适合这个艾灸的，主要就是跟这个取穴有关系啊。那么什么样的这个热症不能灸呢？是那些比较单纯的这种阴虚内热体质啊，那种就不适合灸。你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的这个舌质很红啊，舌苔又少。然后呢，就也很容易盗汗的，啊，或者吃点东，或者是有这么这个舌质比较红，然后呢，这个这个舌苔可能偏厚，但是它非常的干，啊，非常的干燥，然后吃点热性的东西就上火的这种啊，这种热症的就这种比较单纯的这种热症啊，不能灸。啊，因为你焦了，你就是助火，助火就会更什么，它就会更伤阴啊。但是，假如说是那种寒热错杂的，比如说现在的人很多是这种上热下寒体质，上焦有热，然后下焦呢有寒，那么这种人呢，他是适合艾灸的。但是为什么有？那是为什么有的人？艾灸了就上火了呢，一方面是这个人确实是，他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内热阴虚内热体质啊，还有就是跟这个取穴有着非常大的这种关系。我们学过这神经推拿的这个脏腑气机霜降就知道了嘛，是不是啊？你这种经络的这种气机应该是升降平衡的。假如说你这个是升的多了，但是降的少了，它就会出现这种上火的这种症状，是不是啊？你比如说有的人虽然也有这种寒症，是不是啊？但是，比如说他灸这个，比如说他灸这个怒气，那不就其实就是灸怒气，其实就是升这个脾经嘛，啊。但是你灸入气，因为你想想了，肚脐旁边什么？肚脐旁边就是胃经啊，是不是啊？然后你灸入气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把这种温热的能量存到胃经里面呢？啊，假如说这个胃经热，所以这个胃经这个热比较重了，然后它又降不下去的时候，这个胃经它又降不下去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导致这个上焦出现这种上火的这种现象，所以呢，它跟现在就是，虽然说现在这个艾灸也是越来越流行，但是有很多人因为他不懂法是吧？他不懂得这种艾灸的这种方法，所以虽然他体内也有寒，但是如果他这个配穴不对的话。它也很容易给灸上火，就是这样子。假如说艾灸的时候出现这种伤阴，有什么解决方法？有什么解？比如，你像临床中因为这种艾灸不当导致的这种伤阴也不少见。伤阴了就会出现什么？会出现这种舌质红、舌苔少，然后呢晚上盗汗这种问题，是不是啊？那么如果是伤阴后的话，你就得。用一些这个食疗去，或者是这种中药去弥补这个艾灸的这个副作用。
在这个方法呢，我觉得最有效的、最简单的就是生地水，因为生地是滋阴润燥的，艾灸它不就是这个有一个，它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就是两个两个特点，一个是温，一个是燥，就给我们这个人带来的这两个影响，一个是温，一个是燥。当然了，这个燥呢，也是跟这个取穴有关系。你如果取对了的话，它这个燥性就表现得不明显。假如说你取穴不对的话，它这个燥性有时候会表现得非常非常明显。你看，有的人艾灸后很口渴，是不是啊？需要喝很多水，那么这种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这种燥性，是不是啊？那么艾灸的这个方式，我们介绍一下，就现在主要是流行的啊，现在流行的主要是悬灸的，悬灸就是用艾条灸嘛，然后用艾条，用手拿着艾条这种对准这个穴位灸啊，还有一个是随身灸，或者是用这个艾灸壶啊，这几种都比较的流行啊，我个人推荐的话就是如果是孩子。尽量用这个随身灸，或者是温和灸也可以。温和灸呢，就是用一根艾条，就是离这个穴位稍微偏远一点，然后呢，那个穴位有一点有些感觉到比较的温温的那种感觉就行了，但是一定不要灸了它痛的那种因为孩子这种皮肤娇嫩呐所以呢。我个人是建议用这个随身灸比较方便。其实我觉得大人用这个随身灸，也挺方便。特别是有的人对那种艾烟这种烟，这种艾灸这种烟味比较的敏感的，那么用这个随身灸就比这种艾条这种悬灸要好很多。但是呢，随身灸的这个也有它的缺点，就是说它的热量比不上这个悬灸，所以如果是对那种比较严重的这种寒症的话，悬灸还是有它的这个这个优势，特别是对一些还有是对一些急救的时候，这个急救的时候这个用悬灸，也比较的快，就像我们之前讲那个心脏病那个急救了，是不是啊？用了我们就建议用几根艾条绑在一起，然后呢同时点燃，然后呢。灸这个我们的这个左乳房的这个四周，是不是啊？这种就是看情况啊。一般的话我还是推荐这个随身灸啊。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膏药的敷贴法因为这种虽然说艾灸有时候对这种虚寒症比较的好，但是有时候呢艾灸呢也有它不方便的这个地方呢，你比如说你艾灸的时候，你不好，你不能出去，是不是啊？你要在家里避风是不是啊？然后呢，艾灸完之后呢，你还得等上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然后你才能才能接触冷水才能引来，然后你也不能艾灸完了，然后就洗澡，也不能艾灸完立马就出门所以这种呢，就是也有它不方便的一些一些地方另外就是你无论是悬灸也好，还是随身灸也好，你总得那个挂一个东西，就是你悬灸的话就是得用手拿，是不是啊？随身灸的话得就挂几个艾灸壶在这里，它总有些不方便的地方，所以那后来我就研究一下，可以用这种普通生石膏代替这个艾灸，我当时就是觉得这种。有时候艾灸的时候特别的麻烦然后所以就是研究这个东西然后我发现了这种普通伤湿止痛膏，它可以部分的代替艾灸，而且呢，它没有艾灸那种是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劲致，不像我刚才说的那种你比如说我用伤湿止痛是。用这种伤湿止痛膏去贴这种穴位的时候，我也可以马上的接触这种凉水，都没有什么很大的这种影响。然后呢，我也可以立马的，如果不是
那种风寒表症很严重的时候，我可以立马出门，这也没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我也不需要在这个贴这个膏药前，然后呢这个喝的比较多的这个水所以呢它这个而且这个膳食止痛膏也很便宜，是吧？普通膳食膏它其实也可以部分的代替艾灸，它主要是因为这个膳食止痛膏里面的这种成分都是，也是以温阳为主的大家看那个大家看那个膏药里面的那种成分的介绍就知道了主要是以温阳解表为主的这种膳食止痛膏的这个不要选择那种太贵的，越便宜越好。我个人是推荐这个桂林的华润天和药业和这个灵瑞制药的这个呢要根据这种穴位的大小剪成小块这个这小块这个剪成小块呢要比这个穴位要大一点大概你比如说一般的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太渊这种这种穴位吧，这种点性的这种穴位一般我是剪成这个这个1厘米，就是长1厘米，宽1厘米的贴在这里但是在大椎和神阙这两个呢，我觉得可以稍微剪的大一点贴神阙的时候，一般可以跟这个气海一起贴到。这个膏药敷贴呢，也不是说可以完全代替这个艾灸的只是说部分代替。怎么说呢？就说在这个人的这种寒湿，它不是很重的这种情况下，可以部分代替这个艾灸。因为这种普通的膳食止痛膏里面虽然有很多这种温阳的这个药，但是它毕竟。你想想这，它毕竟就那么便宜。你比如说这个天和药业这个天和药业的这个是一包里面有四贴，有四张，有四块然后呢一块里面有两贴，也就是说一包里面有8贴这边是我们这边药店是卖2块钱，有的药店卖贵的就是2.5块。所以呢，它平均一贴下来是多少钱呢？是2到3毛钱，是不是啊？所以它里面的这种成分呢，它其实是它这种含量虽然里面也有不少这种温阳的这种药但是其实里面的这种含量它是比较低的所以它其实适合那种什么呢？它是适合那种就是寒湿不太重的那种，然后呢是它。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它含量低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它的这种药力能够比较的混合而持久，这个是膏药的这个一大优势好，这个膏药敷贴时间呢，看病情的这个轻重和年纪的这个大小，它如果是对这种灸部不过敏的话。1岁半以上的这个孩子跟这个大人都可以使用时间呢可以从这个半小时到这个10个小时，大人的话一般时间就得长一些效果才好。我说了，因为这种普通的这种膳食止痛膏呢，它里面的这种含量是比较的小的，它的药力是适合于比较那就是比它的，但是它的药力是比较的持久的所以，如果是大人的话呢，就要时间要长一些才好。但是小孩的这种皮肤敏感是不是所以小孩的这种贴的这种时间一定要短从半个小时到2个小时，我觉得就差不多了。一般来说这个有的个别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可以贴上这个3到5个小时都没有什么就比较的这个风寒比较的。严重一点的，你就贴久一点，是不是这个也根据实际情况然后施膏药时呢，要注意如果孩子他觉得比较的痛的话，
因为孩子的这个皮肤比较娇嫩啊，是吧？啊，所以吃膏药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痛。这种情况下，可以用这个温水拍湿后，你再撕，然后就可以减少这种疼痛感了。另外注意的就是这个膏药敷贴取穴一定要精简啊，你不要在一条经络上每一条经络上都贴上4、5个。然后你这样子，你如果是几条经络的话，那你不是贴上那个几十个，是不是啊？这种呢就不行啊。这个呢，因为其实无论是艾灸也好啊，还是这个膏药敷贴也好，虽然他们都可以补充我们体内的这个阳气啊，但是，假如说你贴的穴位过多的话，它也会出现这种后气的这种现象啊，艾灸也是的。假如说你艾灸的穴位过多，或者你艾灸的时间长了，它也会出现这种后气的现象啊。其实不只是这种了，你推拿也是嘛，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膏药敷贴的这个取穴啊，宜精简。一般我的经验啊，我的经验就是每条经络一般是取1到2个穴位就差不多了。极个别的情况下可以贴上3个或者4个啊，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就是这种特殊的情况，就是说，可能是肺经上可以贴多一点。你比如说这个咳嗽的时候，咳嗽的，然后呢，你上面的这个痛点比较多的时候呢，你可以贴上3个、4个都可以就是在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在某一条经络上可以贴得多一点啊，但是一定不要在很多条经络上同时贴上那么多的穴位。我一般都是一般情况下都是取每条经络都是取1、2个穴位就差不多了啊。然后对胶布过敏的不要贴，然后伤口那个地方啊，如果有出血化脓的这种不要贴。然后是跟艾灸一样啊，明显的这种阴虚火旺的，也不要贴啊，但是说真的，像现在来说啊，比较单纯的这种阴虚火旺体质的人还是比较的少啊，相对比较少的啊。这个艾灸的注意事项呢，我就不重点讲了，就念一下，因为这种艾，因为这个艾灸也是一个很庞大的这个体系啊。我们只是讲一些比较的关键的东西就行了，好吧？施灸的这个先后顺序这个呢要注意一下一般来说就先阳后阴，然后先上后上，先后背，腰后胸腹，先躯干后四肢。施灸的时间应先短后长，但在临床中要灵活的掌握，不要拘直不变，有些特殊情况要特殊的这个处理。你比如说这个寒气比较重的时候，你一开始就要灸的时间可以就长一些，是不是啊？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是也看他的这种耐受的这种程度，是不是啊？如果是一般来说慢性的这种问题啊，往往都是从一个短时间的艾灸开始，然后呢看他的耐受程度，如果他耐受。接受度比较强的话，可以慢慢的加大这个时间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啊。然后施灸的这个禁制啊，这个禁忌啊，这个面部乳头先去大水管肌腱腋窝股骨沟胳窝会阴部等不宜直接的灸这个直接灸就是说拿这个艾条或者是那种化脓灸，因为古代的一些古代的这种艾灸，它主要是用这个化脓灸啊。所以，如果这个穴位在旁边有这个大水管的话，它很容易把这个水管给那弄破，这种就比较的危险啊。但现在呢，很多人是用这种随身灸啊，这个就安全很多啊。所以你看到那些艾灸书上就是有看这种穴位的书上有的说，哎，这个穴位不能灸啊，这个穴位也不能灸。说他为什么不能灸啊？他很多的时候啊。不是说这个穴位就真的不能灸，而是因为这个穴位的旁边有这个血管比较大的是血管，然后呢，以前的那个古代的这种艾灸，它因为是主要是用一种化脓灸嘛，所以它就
容易出问题啊。但是现在因为这种随身交啊，所以很多税务也是很多以前以为不能交的税务，现在用随身交它也可以交啊。像这种，如果是用随身交的话，这个也不要，这个温度也不要过高，一般家庭就不用这个化脓胶，一旦感染不易愈合啊。还有这种，女性的，女性这种，妊娠，这种，怀孕期间啊，这种会这种或者是这种月经，期间啊，这种小腹压力，还有这种大，这种不大就不大建议啊。还有这个大怒、大醉、大惊、大恐、够劳、够饱、空腹的时候，也应禁交啊。对爱因过敏的忌交啊。然后呢，艾灸时候，艾灸后注意都要注意这个保暖避风啊。艾灸后半个小时内不要接触这个冷水，尽量不要接触啊。但是你说你一定要去接触，有没有很大的这个危害呢？一般情况下也没有说这个危害很大。但是它容易影响这个疗效啊，容易影响这个疗效啊。然后建议艾灸完半个小时后才出门，也不要艾灸完就马上洗澡啊。然后艾灸时如果出现这种晕焦，要立即停止这种艾灸，使得病人躺卧逐步抬高，饮温开水清的话也会很快的恢复。重的话灼心针灸或者指压这个人中足三里的穴啊。第五是肢体麻木不仁及感觉迟钝的这种患者，应注意误交的这个过火过量，避免这个烧伤。然后艾灸完毕即熄灭，要熄灭未燃烧完的这种艾条和艾绒啊，避免火灾的发生啊。第七，易上火的体质或者艾灸时间长了，艾灸前后呢要多喝这种温开水，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上火。第八，孩子艾灸时间一般。以短啊，这个短怎么去衡量这个短呢？我觉得就是说一般孩子的话，3到10分钟，我觉得就可以用这个随身灸啊。我不建议那个孩子那个艾灸时间太长，因为很容易出现一些副作用。至于艾灸的这种效果，我个人我认为我除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这个人确实还是比较重，需要艾灸时间长的。大部分情况下，这个艾灸的效果跟这个取穴有很大的这种关系，而不是说你灸的越多越好。你如果有的人你灸的越时间长的话，它反而有这种副作用。我感觉是就是如果你配穴对的话，像孩子的话，一般5分钟到。反正3到10分钟之间就有效。我很多时候就推荐人家就是灸五灸，如果孩子的话就灸5分钟那样子。如果穴位取对也有效果啊。这个孩子的这个涌泉神阙、关元命门，不要轻易的艾灸，特别是这个平时的时候，这种穴位。不要经常就艾灸，偶尔在发烧的时候，这个涌泉穴可以灸一下，但是一定不要灸过火。这个涌泉一定不要灸的时间过长，因为涌泉的它，我们说涌泉肾经的井穴，所谓的井穴就是说里面的这个，它这个肾水其实还是刚刚的这个涌出来，它没有那么多的，它这个。就是说，它的这里面藏的这个水，它其实并不是很多，是不是啊？假如说你这个人本来就有阴虚内热的话，那你就是很容易伤阴，出现这种伤阴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涌泉穴一定要比较的慎重啊。后面这个呢叫神阙、关元、命门这种呢，是藏着这种我们这种先天的这种元气嘛，也要。慎重一些，这个孩子，特别是孩子啊，我觉得要慎重一些这种睡法啊。还有晚上9点后，一般不建议艾灸，早上和中午是比较理想的这个时间段了啊。然后艾灸取穴也是要精简啊，每天艾灸的穴位一般可以选择2到3个这样子啊。如果是慢一些慢性的疾病的
如果你要交的这个取税比较多的话呢，你可以每天可以用这种循环交的形式，然后呢每天都是取2个或者3个税位，然后这样子不同这样子，你今天你取这3个税位，然后你明天就取另外3个税位，或者是这种这种关系密切的这种税位的这种组合，是不是啊？不要一下子就交上5、6个、7、8个这种税位，那样子很容易后期的啊。然后呢，也不要每天爱交，以免这个后期商业这个是注意的问题啊。关于这一块呢，我们就不重点讲。好，我们讲一下这个艾灸和膏药敷贴这个原运动思路的这种常用取势啊，这种呢就是我也算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嘛如果是太阳症的话，常用的取势就是主要是后溪跟昆仑，这个什么原则呢？就是说你太阳症不就是太阳症主要就是太阳经病嘛，是不是啊？膀胱经受寒嘛，是吧？你太阳症就关系着什么？关系着哪两条经络？这个手太阳小肠经跟这个足太阳膀胱经，是不是啊？这个后溪是小肠经的，穴位是这个腧穴木穴，是不是啊？木性通肝然后呢肝这个风木性通于风，是不是啊？所以它有解表泄风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然后呢昆仑。或者束骨也是这个膀胱经的这个募穴，也是通肝通风，是不是啊？然后昆仑呢，昆仑它是膀胱经的这个活穴，所以它有比较强的这个疏通膀胱经的精气这个效果所以呢，这两个穴位搭配在一起，这个解表泄寒的这个效果就会比较的强其实临床上往往就是你这个昆仑跟这个太溪对流都有比较明显的这种解表效果。一般来说，这个呢，太阳症的往往就可配合这个大椎，因为大椎是这个阳气的这个手会。你说你膀胱经受寒是不是啊？你总归也是膀胱经的这个阳气不足嘛，是不是啊？膀胱经阳气不足，有可能是后这个小肠经存不过去，是不是啊？然后呢，一个是就是整个性的这种阳气的这种缺少，是不是啊？所以呢，先可以温灸一下大椎，然后再温灸一下这个后溪跟昆仑，这个呢就会加强这种效果。少阳症的这种常用取势，所谓的少阳症就是三焦经跟这个胆经有关系嘛，是不是少阳症就出现了这种可能口苦是不是啊？然后呢，呕吐这种是不是啊？默默不欲食是不是啊？还有两胁胀痛这种寒热往来这种是不是啊？如果是少阳症的话，也就是三焦跟这个胆经之间就各取一个穴位就差不多了。主要就是这个常用的组合，外关跟这个阳陵泉，或者支高跟这个阳陵泉，或者是中府跟这个足轮气这种往往是这么一类组合然后如果是阳明症的话，阳明症就是往往表现为一种食肉症了，是不是啊？口臭口干还有牙齿痛喉咙肿痛这种是不是啊？大便干这种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呢，阳明症的话，就主要就是常用的就是合谷跟内挺，然后二荐跟这个内挺然后太阴症的这个常用取穴呢，太阴症就是足太阴脾主要是足太阴脾经受寒，是不是啊？这个呢，就主要是这个大都跟这个经渠大都是脾经的这个活穴经渠是这个肺经的这个肺经的这个经穴经主咳喘寒热嘛，是不是然后或者是神阙跟这个经渠或者是这个神阙配这个内阙都可以神阙这个虽然不是在这个脾经上，但是呢生脾经一般来说是用神阙用的更多一点大都用的都比较少。神阙是用的最多的如果是少阴症的常用穴，少阴症就是主要就是什么？少阴症主要是足少阴肾经受寒，是不是就像足少阴肾经受寒，就是说你主要是为了主要就是补充这个肾阳嘛，是不是那么呢，这个常用取穴关元跟太溪
用的比较多啊，这个官员配泰熙然后后面就是官员配这个尚书也用的比较多，然后呢官员配这个命门也用的也用的比较的多这几个呢都是配合，主要就是补这个肾阳的然后厥印证呢常用的取势厥印证就主要就是这个会表现出两种往往表现出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这种厥印肝经就少寒的就前期比如说呢这种浑身发冷这种状四肢发冷这种症状这种呢主要就是生这个生这个肝肾往往是用这个太冲跟这太溪组合起来，但是发展到后期呢，往往就是出现什么情况呢？出现这个上热下寒如果出现这种上热下寒症呢，往往就是这个三阴交跟这个内关因为三阴交是生这个肝脾肾的嘛，是吧？内关就是降心火的嘛，是不是？或者是太冲内关也可以，太冲就生肝经，然后内关就降心火，是不是啊？你太冲跟内关不就是都是在这个都是厥阴经嘛，是不是然后太冲跟这个膻中也可以，因为这个膻中呢是心包经的膻中是气的汇聚，然后呢是那个也是这个心包经联系到这个心包经的，是不是也是心包经的这个膻中是心包经的这个木穴吧，好像吧，是吧？所以说膻中也有这个也有那个降心包经的这个这个效果然后呢是如果我们单条经络，如果分单条经络来讲也有不同的这个取势如果生脾经的话，常用取势是神阙、气海还有这个脾腧，还有这个大都这个大都是脾经的这个活穴，然后呢脾腧是膀胱经上的，膀胱经上的这种腧穴它对这个脏腑都有虚实都可以调，你比如这个脾腧就可以就可以调脾，然后呢背腧就可以调胃最常用的还是这个神阙跟这个气海生脾经然后生肾经的这个常用取穴呢，这个就比较多一点涌泉、照海、太溪、复溜都常用，然后呢还有这个肾腧、关元、命门也常用，这里有什么区别呢？一般来讲这个涌泉、照海、太溪、复溜呢，先讲涌泉、照海吧，涌泉跟照海呢主要是侧重于滋阴。虽然它也是生肾经，但是它还是这侧重于这种滋阴的。然后太溪复溜呢，就是阴阳双补阴阳双补有点像我们的这个二马，还有这个肾腧其实也是阴阳双补然后这个关元跟这个命门呢，就是侧重于补肾阳的，这个侧重点不一样然后生肝经的这个常用取穴就是太冲，然后双大肠经的常用取穴是天枢跟合谷。可能你说这个天枢不是在胃经上吗？但是天枢还有一个，这天枢是这个大肠经的这个募穴所以说这个这种就穴位的一些有意思的地方。虽然说这个天枢是在胃经上，但是天枢却是大肠经的这个募穴。所以呢，升大肠经的时候，天枢也是一个比较常用的穴位。还有就是合谷是因为是大肠经的这个原穴嘛，是不是然后升小肠经的这个常用取穴主要是关元、后溪。关元是什么？关元是小肠经的这个募穴，是不是后溪是小肠经的这个腧穴所以说升小肠经主要是关元、后溪。然后升三焦经的这个常用取穴。其实跟我们小儿推拿里面的有关系，是不是？我们小儿推拿里面这个一窝蜂跟这个补阳池是不是都在三焦经上？是不是？所以这个三焦经里的这个一窝蜂就对应着三焦经的这个阳池嘛，然后呢补阳池对应着三焦经的这个外关嘛，所以呢这个阳池跟外关也是生三焦经的一个常用的这个取穴
然后像膀胱经的这个常用曲是有昆仑、升脉、委中、承山这几个穴位都用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委中跟承山有降情，有一个降膀胱经，然后有去湿热的这个效果。然后委中有治腰痛的这个效果。以前的古书上有这个委中就不宜灸，其实就是因为它在那旁边有比较大的这种血管经过但是现在你用随身灸，它也可以灸啊。还有将外经的这个常用取穴是这个中脘中脘呢是在任脉，中脘虽然是在任脉上但是呢，因为它是胃的这个募穴嘛，所以呢中脘是也是管这个胃的这个呢艾灸中脘呢，它主要适用于这种中焦的这种寒湿导致的这种胃经不降。这个中脘特别有效，对于那种你看孩子舌苔白厚，你就可以灸这个中脘，然后就是足三里也可以足三里也可以这个降这个胃经，但是呢，足三里就偏重于什么呢？它是偏重于那种虚，不像这胃比较的虚，脾胃比较虚导致这个胃经不降的那种用这个足三里比较好，因为足三里是属于这个胃经的储穴嘛它是储中之储，是不是健脾胃的作用比较强然后泻谷跟内廷呢，它主要是作用于什么呢？它促进于这个胃热不降，所以这种不一样然后降胆经的这个常用取穴呢，这个主要是阳陵泉竹联泣，还有敲虚悬中这个阳陵泉和竹联泣，我是用的是最多的然后降肺经的常用取穴是尺泽、孔最太渊、列缺、经渠。这个呢也是侧重点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尺泽跟这个孔最主要是侧重于这个热不降，特别是这个尺泽因为它是肺经的这个水穴所以它肺有热的时候肺经有热的时候用这个尺泽就特别好。这个孔最呢其实是寒热都可以用的它是这个肺经的这个溪穴就是有这种消炎止痛有这个消炎。止痛的效果，痔疮也可以用这个孔最，还有这个汗不出也可以用这个孔最，所以这是孔最是寒热都可以用。是我这里就说，就是热不降，其实就是热胀的时候就用的比较多，对，但是寒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孔最还有太渊是什么呢？太渊是导这个肺虚导致它降不下来的时候，用太渊。然后列缺跟经渠呢，主要是这个肺经受寒的时候导致它不降了，这个列缺跟经渠用的比较多一点然后降心包经的这个常用取穴主要是内关大陵劳宫劳宫就是内劳宫这个这几个用的比较多一点特别是这个内关最常用然后这个大陵呢用于这种湿疹的时候用的比较多一点，或者是个心火比较的旺的时候这个呢用也可以艾灸这个大陵然后这个劳宫穴呢，也可以那个降心火这个降心经的这个常用的取穴是阴溪跟这个神门，这个阴溪主要是用于这种自汗盗汗的，然后那个神门主要是用于这个主要是用于这个安神。就是我们把这么一类把它总结在一起，然后呢，大家在日后就可以根据个人情，比如说你脾经不生，你就找这几个穴位，是不是？你这个生肾经的时候，你就找这么一些穴位可能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疑惑的，就是说这种降经，为什么这种降经，你是这种艾灸不是补阳了吗？是不是？但是你比如说这个胃经，你降胃经是不是你降胃经，胃经有时候就是因为有热降不下来，然后你用艾灸，那么可行吗？那么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可能有些学员就想不明白这个问题，是吧？这个呢，我举一个例子吧，这个其实艾灸可以那个，可以随身这种气升降，很简单。对生津的比较容易理解，是不是你生津不生，往往是因为那个受这个寒嘛，这是脏腑或者经络受寒都可能导致它
不生，是不是啊？啊，但是这个降经，你比如说这个特别是举一个胃经的例子啊，胃经如果因为热不降的时候呢，为什么也可以艾灸呢？我刚才说了，适合于艾灸的是那种虚寒体质，或者是这种寒热错杂体质。寒热错杂的体质啊，里面就上热上寒的最为多见，是不是啊？上热上灸，上灸有热，然后上灸有寒，所以说底下的什么？它底下的这个阳气是不足的，是不是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艾灸胃经上的这种穴位啊，你比如说胃经，举个例子啊，胃经。假如说胃经在这里堵住了，就上面就胃经在这里有个淤堵点，是不是啊？然后上面就是这个火不就是胃火上逆，是不是啊？上焦会出现一些上火的这个症状，是不是啊？但是它胃经它如果是它那种是那种上热上寒的啊。它底下什么？因为火降不下来，所以底下是偏寒的，是不是啊？其实底下是偏寒的啊。假如说这个是现骨吧，我们举一个例子啊，现骨穴啊，我在现骨穴这里艾灸。在这里温灸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它这个热量会存到这里，一直的存到这个淤堵点这里。一般来说，你上热上寒，你这个淤堵它跟什么？它基本都是跟这个寒有关系，跟这个寒有关系。那么这个在这里艾灸的时候，这个火会存到这里来，是不是啊？存在这里来，然后它会打通这个经络，是不是会疏通这个经络？然后这个经络一疏通，上面的火不就上来了吗？这个火一上来，上焦的火不就什么，就消失了嘛？是不是啊？所以艾灸呢，可以治疗什么？艾灸可以治疗这种上热上寒的这种上火的症状，是不是啊？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这个艾灸。艾灸这里的时候，你这个经脉是原来没艾灸之前是这么大的，是不是啊？但是艾灸后来说，你这个热什么？热胀冷缩，是自然界的这种规律，是不是啊？那么这个经脉会什么？这个经脉会原来是这么小的，然后现在呢往外扩张成这么大了，所以它的精气是不是能够更快的这个降下来？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艾灸可以用于这种阳经的这个达到那个阳经肃降的这个原理就是这样子。你看足三阳都是从头找出，它们里面主要是通行的都是阳气，是不是啊？本来呢说你这个胆不降，你是因为这个胆火上逆，然后呢胃不降是因为的这个你就会造成这个胃火上逆，本来这种都是明显的这种热症，但是你艾灸依然是有效果的，它原理就是这种，因为你经络的这种淤堵很多是跟寒有关系，当你这个淤堵给它打通了，精气降下来，它上焦的火就会消失了，是不是？好，我们继续往下讲一些，讲一些那个穴位的组合啊。就是艾灸和膏药敷贴常用的这种分类取穴的这种组合，这里面呢有一些是什么？它有这里面有一些取穴也是一些艾灸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这种艾灸艾灸家的这种经验的处方，有一些也是我的这种，我临床中的一些经验的这种处方啊，反正我都把它
整合在一块，希望呢，就希望大家在临床中看，就能够应用得上啊。这个解表发汗类的这个穴位组合有这个后溪跟昆仑，还有这个合谷跟这个曲池啊。可能你会说这个合谷跟曲池不是大肠经上面的吗？是不是啊？我们呢就讲了这个，你肺主一身体表，但是虽然肺主一身体表，但是你这个从经络上来讲，因为是大肠经才是走表的。所以肺主一身体表上的这个表，它是通过这个大肠经去实现的，所以这个合谷跟这个曲池也很强的这个解表的这个效果啊，而且它这个大肠这个阳明经它是多气多血的这条是多气多血的经络嘛，调气的能力很强，这个合谷也称为这个气血嘛，是不是啊？所以调气的能力很强，所以这个临床上这个合谷跟这个曲池有比较好的这个解表的这种效果啊。或者是合谷配这个手三里，也可以达到比较好的解表效果。一般来说，这个有咳的话，就加这个孔蕚啊，因为孔蕚也可以用于这种汗，这种有汗，这个少啊、这个就是有热汗不出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孔蕚虽然是肺经上的穴位，就是说它也可以用于这种寒症啊，但是热症的时候用的更多一点这个孔蕚啊。还有就是合谷跟这个太冲，你这个灸太冲的时候不是生肝经嘛，是吧？合谷就要生大肠经嘛，是不是啊？但是合谷跟太冲呢，也有这个平肝息风的这个止痛的效果啊，主要是跟这个合谷这个双向调节有关系。合谷它既能够生这个大肠经，它也能够降这个胃经，所以说揉这个合谷它也有这个通便的效果的，它也有发汗的效果。一般来说都可以配合这个大椎穴了。如果推拿的话，建议配合这个头部手法。神经推拿里面神经或者这个耳推这个头部四大手法都可以。就神经我们也讲了一套这个头部的这个手法，是不是啊？就是如果我们推拿来说，就是你就是你不想，你可能就是一个很你就比较懒，或者是你这个本来这个风寒就不重，所以呢你就简单的取了。取一两个穴位，取两取几个穴位，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最好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这种推拿取穴的时候，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注意一个远端取穴跟一个近端取穴的这个配合。所谓远端取穴，就是我跟你，比如说像这个，你比如说这个风寒，太阳经受寒了，是不是？有表寒了，那么呢，你这个后溪跟昆仑是不是一个远端取穴？然后近端取穴什么？你比如说我们打喷嚏、流清鼻涕，那么近端取穴就是你头部嘛，是不是啊？所以注意这种啊，远端取穴啊，远端取穴跟这个，就如果是推拿，注意一个，其实推拿跟艾灸都可以用这么一种这种处方的方式，就是远端取穴跟这个近端取穴的这种配合。你比如说这个这种你用了这个后溪跟昆仑以后，然后你再艾灸一下这个头部的这个头部的这个膀胱经的这个穴位，然后效果会好一些，会有时候会好很多啊。然后气风止痒类的穴位组合主要是这个曲池跟这个血海，有时候也加风湿啊，还有就是阳虚跟大宁的这个这个组合阳气就在三焦经上嘛，是解表，然后大宁呢主要是为了嘛降心火嘛，是不是？你这个心火一降下来，你不往外走了，那个这个荨麻疹是不是也会消失啊？是不是？阳虚呢就是把这个风寒往外透，是不是？虚症就往往配三阴交跟这个足三里啊。或者是这个神阙拔罐也可以我上次有一次这个吃个杀过敏的时候，就浑身长这个荨麻疹，就是用神阙拔罐好了。还有曲池跟这个大宁呢，是用于这主要是用于这种湿性的这个湿疹也这个因为大宁穴，因为它是那个荨麻经上的这个土穴嘛然后呢，它既可以降心火，也可以这个清这个呃呃这个。
体外的这种湿热啊，所以它可以是治疗这个湿疹的一个很关键的这个穴位啊。然后脾胃调理类的穴位组合就中脘足三里就用的特别多啊，特别舌苔白厚的时候，中脘足三里用的比较多啊。然后中脘足三里内关这个呢是舌苔白厚的时候，但是你要这个胃要这个肚子也比较胀啊，比较胀气啊，容易胀气的时候啊，用这么一个组合穴位呢。啊，这个神阙、气海跟足三里这个呢是主要是用于这种脾寒的啊。这种脾虚寒，用这个组合用的多一点啊，梁丘跟手无里这用于那种有急性的这种胃病胃痛的可以用这个，或者是女性增生的也可以用这个，因为胃经过乳房是吧？而足三里三阴交呢，这个组合用于哪种呢？就用往往可以用于那种有那种就是胃阴虚的，当然这个人就是有胃阴虚也有寒的，那人比较合适啊。艾灸的话就可以取这两个穴位啊。如果是那种比较单纯的那种胃阴虚的话呢，用按摩的方式就可以了，足三里跟三阴交啊。然后化痰止咳类的这个组合中脘跟丰隆或者是中脘配这个列缺配列缺主要就是说你肺经有寒也会出现这种痰的是吧？然后中脘呢是从这个是从一个本上解决这脾胃这个寒湿老这种这种痰多，来灸中脘还有大椎跟列缺这个呢是用于那什么情况呢？是用于这种外表症，有这种风寒表症的时候，用大椎解表，然后呢用列缺去解这个肺部的这个风寒就可以了。然后中脘配肺出这个呢是用于这种慢性的这种咳嗽用的比较多一点啊。用于慢性的这种咳，久咳了，就是感冒后咳嗽久不好往往是用这么一个组合用的多肺腧跟天突也是用于这个偏于这个风寒的啊。然后呢，降海跟列缺呢，降海跟列缺用于那种慢性的咽炎或者干咳的时候，燥咳的时候用的比较要用的也用的比较多或者就是这个人就是肺经里面有寒，这肺经里面有寒就感觉到很痒然后呢，但是这个他是，但是他又，但是随着喉咙又干了，所以这种情况呢，这个降海配列缺也是有效的啊。还有这个复疗跟荆杞是用于这种，也是用于这个久咳用的多一点就是三复疗主要是这个是复疗是肾经的这个母穴嘛，是不是啊？所以虚则补其母啊，肾虚了嘛，所以用这个复疗，然后呢荆杞呢是肺经的这个精穴，荆主咳喘寒热，是不是啊？然后复疗配这个曲折呢，是用于哪种情况呢？或者复疗跟曲折配曲折是用于那种肺热的这种咳嗽用于肺热的这种咳嗽，如果是复疗跟这个鱼际呢，是用于那种阴虚。有这种肺阴虚引起的这种咳嗽用的多嘞，还有这个关元跟足三里跟膻中，这个用于哪种？主要用于这种慢性哮喘的，可以用关元、足三、膻中。然后保健类的这个穴位组合，中脘、足三里健脾胃足三里三阴交这个呢，主要是用于这种有伴随这种阴虚的这种脾胃又不好的然后关元肾腧这个呢，主要是补肾阳神阙三阴交这个呢是主要就是，也是健脾补肾因为三阴交这个穴位主要还是侧重于这种滋阴的虽然也可以生肝脾肾但是呢，它也能够这个滋阴这个神阙呢就是补阳为主了，所以这个呢也算是一个阴阳的这个阴阳的这个同补吧。妇科类的这个穴位，简单说一下光明跟足六气这个乱乳，这个产后经前乳房胀痛也可以用但是这个膻中跟少逐呢，它就是催乳的如果有点如果是脾胃不好的话，就可以配一个足三里或者足三里跟三阴交这种配合一下就可以了。一般来说，这个膻中如果脾胃虚的话，就膻中、少逐跟足三里就可以了。然后痢疾跟血海呢，主要是用于痛经或者这种月经的这种推迟
然后足三里跟巨婴主要是纠正胎位，有时候单单用一个巨婴都可以的。然后八髎中极子宫这个呢，送于女性的这种宫寒不孕，还有这个月经不调啊，这个是月经不调啊，月经不调。然后盘腔延后积液这种用的比较多一点啊。肝肺不和的这种穴位组合，主要是这个太冲或者阳陵泉配这个足三里啊。这个两个这个组合呢，往往可以用于这种慢性肝炎的这种调理啊。这个足三里是，我们说这健肝治病，治肝纯脾嘛，是不是啊？所以你一方面可以调，一方面要调肝胆，一方面要调脾胃，是不是啊？然后疏肝理气的这个穴位组合有太冲跟膻中啊，我们之前说过嘛，太冲跟膻中疏肝理气效果非常的好啊。还有就是太冲跟阳陵泉，就是一个升一个降，就升肝降胆，是不是啊？然后就是这个太冲跟内关啊，或者是太冲跟这个极泉，这个也是一个一个升一个降，太冲就升肝经，内关就降这个心包经，极泉也是降这个心包经。极泉这个疏肝理气，有时候单单用极泉这个疏肝理气的效果都很好了，是吧？这种呢，你可以这种穴位的组合啊，不单可以这个艾灸或者是膏药敷贴，你推拿也有效果的。其实就是说推拿的这种温性，有时候就达不到那么多，所以这种寒湿偏重的人还是这种还是这种艾灸或者是这种膏药敷贴的优势大一点啊。这个呢也是当然你说用那个热水袋敷着温敷也有一定的这种效果，是不是啊？这一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里面的很多这种穴位组合也是希望大家临床中去多多体会啊。谢谢大家。